鬼会客室，今天我们请到女鬼天后凯撒琳。有才华的鬼自然会被看见，当厉鬼就那么简单而已。我叫马高总，专业厉鬼经纪人，我保证找到专属于你的必杀技，带你们做点名声。什么是名声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自己在动啊。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有在听人家说话，那这个角色没有，别人说什么哎，没事，就是这样子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他的自信，我觉得是我追不到的，就是他的那个迷之自信。自信，我知道自己什么可以，什么不行。我的话相似的地方，就是当我说要做的事情，我就一定要做到。然后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没有那么傲娇，我蛮喜欢撒娇的。是怎样的撒娇？好冷哦，你可不可以请他们把电关上？哎，关一下。我觉得他还是不明显，真的，真的关一下，我差不多拔掉了。鼻水快出来了。在生活上面，你有会将很努力过程不会。都把这个能量放在工作上面。我的所有能量放在工作上。我其实蛮健忘的，上个月掉了一台 iPad， 你不知道怎么掉，而且我总共掉过三台。那么大也会掉，这个 size 也毁过两台，好像窗边吧，嗯，然后看一看之后，然后溜去我就掉，有掉到一楼，还好那时候凌晨，你知道吗？十二楼，天哪，没有啊，我不敢讲，第一次讲，比较暧昧那一段。有点口是心非，那你们自己怎么口是心非？我也应该是直接的，就不要猜，不会生气就会觉得啊，好了，可以，赶快，要不要？那如果还是撸很久，就是例如，如果有一个人今天，好一进办公室脸就很臭，那你就知道他状况不对，对，然后你问他怎样，他说没有啊，然后那就没有。就不打然后他就生气啊？为什么？觉得你没有安慰他啊？会这样的吗？觉得你没有问他？哇！我先去买个，我先去 Seven 买个东西，然后我就先走。执着、啊，我想这样，很多人的行李箱就是会这样啊，放，然后就盖起来这样，滋，对不对？我不行，我一定要这边是放好好的衣服，然后里面的所有的，比如说盥洗用具要排很好。然后几天的是多少多少要算好，然后维他命多少多少算好，然后整个弄好。我的执着是整齐，就是我家里的所有摆的东西要很准确、很干净这样子。就出国一回家，我一当天你一定会整理行李箱，绝对百分之百。哦，我打死一定是真的假的？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也不会放个一支从饭店带回来的牙刷这样子，背不起执着。我没有。啊！我超喜欢拿这些东西，就是拿背很爱。我就是那种离开剧组，明明就不想吃巧克力，但都想到一个包包。那边今天还有很多甜品。今天访问完结束，你会让我那个里面把全部都拿走？还是你已经拿了？你已经拿了？你太夸张了！这是我的执着。收到，收到，已经拿了。OK， 那有补吗？补了，没有补，太过了。那个，但是写在 list 上面就是需要钱，那我不会拿。